Unlock Mandarin. 看图片，学中文。烹饪，烹饪。煎，煎。早餐我煎了两个鸡蛋，配上一片烤面包。早餐我煎了两个鸡蛋，配上一片烤面包。炒，炒。妈妈喜欢用大火快炒青菜。保持青菜脆嫩。妈妈喜欢用大火快炒青菜，保持青菜脆嫩。蒸，蒸。我很喜欢吃包子铺的蒸包子，味道超棒。我很喜欢吃包子铺的蒸包子，味道超棒。炸，炸。这家店的炸鸡块，外酥里嫩。这家店的炸鸡块，外酥里嫩。煮，煮。他正在厨房里煮汤，香味已经飘出来了。他正在厨房里煮汤，香味已经飘出来了。烤，烤。我们准备在周末烤一些曲奇饼，大家一起享用。我们准备在周末烤一些曲奇饼，大家一起享用。炖，炖。冬天的时候，我喜欢炖牛肉，汤又浓又香。冬天的时候，我喜欢炖牛肉，汤又浓又香。拌，拌。凉菜可以用芝麻酱拌一下，味道会更好。凉菜可以用芝麻酱拌一下，味道会更好。搅拌，搅拌。把面粉和鸡蛋搅拌均匀，然后加入牛奶。把面粉和鸡蛋搅拌均匀，然后加入牛奶。腌，腌。在烤肉之前，先腌一下，这样会更入味。在烤肉之前，先腌一下，这样会更入味。切，切。做菜时，先把胡萝卜切成细丝。做菜时，先把胡萝卜切成细丝。剁，剁。
剁肉的时候要小心，别切到手。剁肉的时候要小心，别切到手。刨，刨。做沙拉时，我把起司刨成丝，放在上面做装饰。做沙拉时，我把起司刨成丝，放在上面做装饰。焖，焖。把米饭焖熟后，再配上蔬菜和肉一起吃。把米饭焖熟后，再配上蔬菜和肉一起吃。烫，烫。把青菜在热水里烫一下，这样可以保持颜色鲜艳。把青菜在热水里烫一下，这样可以保持颜色鲜艳。揉，揉。揉面团需要一些力气，这样才能让面团更有弹性。揉面团需要一些力气，这样才能让面团更有弹性。好啦，今天就学到这里，记得留言给我哦，咱们下次见。Bye.